哼，明明已经好了，我现在一直在咳。我谁说？怎么讲？打开电脑就看我今天的伤痛。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真的是非常个人的好消息跟坏消息。我现在放的音乐。坏消息大概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好消息，但那坏消息足以让我这几天非常的没有干劲啊。Yeah, 好消息先，好消息放送，想一下。Hello 老师啊 ，Hello 邱志宏，先好消息放送一下。第一个，今天是10月2号，10月2号代表今天是我出关的日子，我已经可以出门了。我已经没有，其实我今天几乎没有咳嗽，只是刚刚吃了那个很甜的维他命 C 也卡到，才咳了几下，不然我今天真的几乎是没有咳嗽，然后也没有什么喉咙痛啊、肺不舒服之类的都没有，我好了，我告诉你。然后，真的很甜，我还喝了超甜的芭乐柠檬。然后再来呢，这是好消息吗？这也因为确诊才引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确诊，然后上礼拜我没有去学校，因为我确诊嘛，然后也没有做到实验，所以然后我的组员很贴心善良的说、哦，那你这次报告不用打，我们打就好了。然后就躺了一次报告，好，有点心那个，有一点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哈哈，虽然是很开心的。对啊，出关了，很开心。我已经忘记确诊有多不舒服了。看到这个10月2号，心情就好了。也缺钱缺到吐，送了猫咪日会员票。Hello Pet，Hello Pizza。然后再来的好消息呢？开心的事情呢，就是 Hello Me。出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 The Nonfiction， 所以我现在不是在放 Nonfiction， 现在在放 Do You， 放 Kiara 的歌，所以我现在非常开心。他我开心的他昨天出的吧，还是前天出的，前天晚上出的，然后我们就我跟刘晓婷就非常亢奋的一起看的那个 MV。好像八忘了疼，没有错，真是忘记了。因为我今天发生了一件让我宁可确诊我不想发生的事情，就是跟他讲，然后惨的，然后我想要发一些 Kiara， 发一些那个。Whole life 的东西，可是因为我要审文，然后我想说，姐姐看到这些东西会审过吗？有点，所以就不想发这些东西，但是我还是非常的粗的，发在我心里。哈 ，Hello， 请一线女星啊！我其实不知道，我没有那个筛，应该是一线。我前天两天前筛就几乎是很淡，就一条非常淡、非常非常淡的线。那今天应该是一线，回归一线女星。嗨 ，Hello 人好 ，Hello 主人 ，Hello 思涵。对啊，对，确诊的这些痛苦，就是也发现了很多小确幸，就是像我刚讲的、啊。好，来讲一下我最大最大的大确幸呢，就是。我订的那个 Kiara 的抱枕寄到了，等身抱枕寄到了，等身抱枕的皮衣，枕芯早就到了，然后它的那个它的外皮，它的那什么枕套也寄到了，哈哈哈哈，然后因为其实这也是之前犯
犯一个小错误，就是我把它定在宿舍这里的宿舍，可是我应该要定在大学宿舍附近的便利商店才对。我是想要把它拿去大学宿舍抱的，因为我睡觉习惯抱东西，然后这里有莎莎，有我的超级怒的娃娃，还有各种东西可以抱，然后要带个东西去大学抱，就放 Kia 带去抱好了。结果我忘记把收货地点全部定在这里的宿舍。没办法带走，可能哪天装行李箱吧，带去学校。不然我昨天试抱了一个晚上。高恩爵会直接没有问题，高恩爵可以去睡外面。身体好很多啦，身体好超多，基本上是好的。而且我觉得我的后遗症不严重，就是像之前林杰星就是会一直大咳，就是好了很久之后还是会咳到就是听起来肺都要出来，但是我没有，我就是目前不咳了。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是因为没有，不过还是有一点肺弱。宿舍全员通关了吗？通关了吗？差不多通关。我要放 nonfiction， 还是有点鼻音。欸，我现在电脑桌布是 nonfiction， 给你们看。哈哈，除吧，除到爆。大家都是一线女星啊！你们二线的一个礼拜。谢谢庆送的小仓鼠车车，天哪！欸，是不是他要出第天鼠鼠车车要出第二季了？啊，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昨天看了《间谍加加酒》第二季，好可爱啊！真的是超可爱的，欸，就是我觉得衣服的设计有在用心，就是他们衣服不会都穿一样，除了爸爸。谢谢我们，我等下吃，我念吃。我现在不能再吃甜的，我再吃甜的，我要咳，我真的是要咳出来了。Hello， 玉珍，先送掌声鼓励，先送缘分相遇，谢谢，庆送祈福好运牌。怎么了？好可爱啦！我先没考，我没事，我没有要爆雷，我只是跟你讲，服装很用心，片尾曲很神。片头的，对，也是大团，快去看啦，去看我才可以爆雷，可以一起讨论。对啊，这季有太多期待了。再来就是炼巨人，我超爱炼巨人的，那漫画，我看了漫画第二次，前阵子，超好看。天妈怕做的不能期待，听说啦，他把一些血腥的画面都删了不少。我看预告是觉得哪里少，但是可能啦，因为他本片真的是非常的血腥，有些猎奇的画面，人偶恶魔之类的，真是挺恶的。你在等全部完不全下一集的感觉，那你真的是到十二月超久，不知道今年加九会出几季。他会不会有第三季？因为他本片好像也还没完结。嗯。好，我跟你们讲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发生了一些灾难般的事情。其实我现在大三了，有一个课叫做 seminar， 他就是老师会发一篇论文给你看，然后每个领一篇论文，然后你期末或是就是抽顺序，一个学期要报告一篇论文，然后就是不是写，就是去讲你读了什么东西，然后要讲半个小时。我真的不行，我讲话很快，就是什么读的东西，我就是五分钟就会讲完下台的那种，好紧张，我真的超不会报告，要拖的久，真的是我的超大弱点，我真的没有办法拖那么久。然后就是要读那篇论文，
论文是大概，也是蛮少的，是在论文一篇 paper 是论文的意思，在十页左右吧。然后我昨天花了一个下午，就是写非常多的笔记，写在电脑里面。就是论文这样都是字，然后就是打一些注记在这边，然后还有一些我还分颜色打，我还打就红字就是带需要查的东西，我要去帮他这个词做解释文，然后我之后再慢慢查，对，然后可能翻译就是用蓝字，那重要名词就是样品的举例就是要就是用荧光笔画过去这种的。我就非常认真，我上一篇我也没有写这么认真，我这篇是卯足全力要把它做得好，因为我真的很怕被当。这个报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报告。然后呢，我昨天难得认真用功的读书，读了一个下午，读到晚上，翻了大概一页，一页超多的啦。然后今天打开之后，发现那全部都不见了，我瞬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读，因为我。他前面都是就是像 introduction 啊，就是把这篇的重点都写出来，写在这边，然后后面才做一些叙述，详细的叙述，对，然后把重点全部都翻完了，然后要查的东西，可能报告上海报告就是把这篇这一段翻成中文，然后上海讲，大概可以讲十分钟、20分钟左右，那就最重要的那一段精华笔记全部都不见了。我今天打开是全白的，我直接把电脑合上，我直接不打了。我不知道我要重打还是我，因为我已经看过啦，我要重打吗？还是我继续读下去？然后我就把它关掉了。End of a life， 生命的结束。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今天是玩了很多东西，我通常都是中午起床，然后边吃午餐，然后边看 VTuber， 然后打了游戏，然后之后大概四点到开始读书，读到晚餐，然后晚餐就开始玩，然后半夜看要不要再看一点书，这样子是我的读书流程。然后就是到了我今天要读书的流程，大概四点之后打开我的。打开我的吃饭 paper， 然后发现它一片空白之后，我行程就乱了，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就去睡个觉，然后再出来还没吃晚餐，然后跟刘小晴点了一杯珍奶布丁奶茶，他在桌上还没有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点这杯奶茶。你说它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对啊。我知道你本来不想喝，你可以放，我等下帮你放一杯。你为什么要化妆？你管我！你我爱化妆，你要直播吗？没有啊。为什么是紫色的？就是隔离。第一次看到这么紫的，就是酷哦，好。是不是要解开是不是幻觉？真的，我还重开机。这个笔电通常是不用关机，就是合上，它就是算是帮你省电，基本上跟关机没两样。我就这样子，就是重新再开机一次，然后再点开，然后再刷，在那个论文上面反复刷几下，但它还是空白的。欸，不是，更讽刺，我觉得全白就算了，更讽刺是。它只有我第一次做的笔记，我第一次做的笔记只有两个单字，有画颜色。你是每按都储存？没有，它不用储存，它是 PDF， 就是在 PDF 上画图的感觉，编就像编辑。它没有，还是没有？还是没有连到网路？没有，它不用网路，就像这样。那就是它的问题。对，它的问题很大。最讽刺的是只有聊一个不骗行动。我记得你之前也有过一样的问题，不是好像不是不是开不到。对，
我每次看 paper 都出问题。我去年大二的时候修了一个大三学修，可能老师也是发论文给我们读，只是那时候是小组，七个人读一篇，是很轻松啊。但是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笔记，我开两个，一个是撰写前，一个是撰，就是有编辑前跟编辑以后，那差别之大啊。我最后还开了三个档案，因为我的那个，我上一次上学期那个选修课的 paper， 它很长，它10几20页，对。然后因为内容太多，所以我就翻了很多逐字中文在旁边。可是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东西就是我先看过一遍，然后再去，我通常就这样看过一遍，然后复制贴上去那个Google 翻译，然后再复制一些关键字下来，然后就是组成一个句子。但是呢，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答案坏掉了，它的那个 PDF 怎么复制都是乱码，超怪。然后我就重新再下载一次，因为这样子就被人家分好几个档案，好几个 paper， 然后明明都是一样的档案，然后超麻烦。给我们看一下，笔记大概就长这样，就是笔记嘛，其实这笔记跟没有笔记没什么差，就看得比较爽一点。我习惯，就是一堆字一堆字一堆字。我昨天也差不多是这样，只是比较美观，没有这样子乱画一通，乱画西乱画一通。看只有几页，这就23页。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打开的样子，这是我去年的，然后今年的，原本这页也是长这样那样子的，结果全白，然后还只有给我第一行那个蓝蓝的红红的地方有笔记，就那一个字而已，超讽刺，嘲讽我吗？超不爽了。被搞到，先不能要翻中文，不用。可是报告的话，应该是打英文上去，然后用中文讲，就是像老师上课那样子，用英文的 PPT， 但是是用中文上课。可以留点古诗，我魔法棒没有备份啊，因为就是我每一堂课，我已经读大学读了3年了，我每一堂课的笔记都是这样子写的，从来没有出过这种问题耶，超恐怖。就上课然后打字，然后划线，然后就按叉这样子，他也没有储存机啦，他就是在。也没有什么 app， 它就是一个，也不是什么 word 需要按储存，它不用，它就是编辑文件那种感觉，发疯欸！啊，不就还好，我才读了开头的那个重点，虽然它重点也是很多，重点写了一页满满的。一篇篇我拿到的论文都是生统，我真是完生物统计真是完蛋，我统计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过，我真希望老师把我当掉，不配，我真的不配，真是完蛋。谢谢 Steven 送的猫咪日，谢谢，真的是要冲出来了。处置一千解除内容，不可能吧？还要处置，坑不坑啊？哼，论文课是可以直接复制贴上，真的假的？我们老师还就是只有第一堂课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解说 PPT 要怎么做，他就说不能，就是一行一个，你要打一段话不能超过2行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只能标重点这样，不能标一段文字，不行。PPT 是辅助你报告的，我当然知道，但我觉得不行哦，而且还不能看稿，
不能看稿哎、欸，怎么可能？要讲半个小时。我自我介绍，我这么了解我自己，我自我介绍不能讲半个小时，还给我报告这篇什么论文，报告半个小时，开个玩笑，还不能看稿，超气！啊！谢谢庆中的哈士奇啦，一个学期读好几篇，没有这一篇，但是我签运不好，我抽到期末考的下一周报告。期末考的下一周就要读完，然后你要先去跟老师预讲，然后再报告。对，虽然是报告时间是离期中啊，讲说期中考离期中考隔一阵子没有错，但是就你要给老师检查那些东西，都是要在期中考的下一周，所以我在期中考之前我就要先读完。我在期中考，我绝对不会去看那篇文。口试一样规格，什么口试？什么口试这么恐怖？我不要去应征，我不工作了，太恐怖。Hello， 郭兆阳 ，Hello， 不是组别，一人一篇。组别是大二的事情，哈。毕业论文口试，救命啊！那我还我会毕业吗？快了，好想毕业。跳了，谁？至少跳半个小时，如果没有昏过去，这是惩罚吧？他说你的老师不能看稿，因为你的笔记就是已经在投影片上面了，你要知道，你看到你就要知道你要讲什么这样子。不过那老师听说是人不错的老师，就是他会教你，然后他也不会乱当人，他分数也不会给太凶，就是你不要报告太烂，每个人都是这样讲，就是修过他的课的那么你不要报告太烂你就 OK， 如果真的很怕报告烂是什么定义是怎样。学校还是还是学校啦，学校要缴学费，这里没有学费。要看报告还是跳 rumor？ 但是跳 rumor 开什么玩笑？体力活是不用动脑的，好要动脑，但是不是像那种动脑，不用当众讲话，还多棒啊！他已经把 rumor 就是已经把答案都告诉你了，论文报告就是你不知道怎样才会过。大三论文课，你报篇六页的 paper 就花了15分钟，差不多啊。我们十页，我说人家探索资料就9页吧，然后还有一整页都是表，就是那个生物统计的表，然后就是要解释那个表格，完美了。不知道资工系的同学能不能救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有没有一样。不是资工系，资管系。是来一段跳，跳完可以让我 O， 所以让我 O 趴，我当然跳啊。最是跳完，这个我还被挡，不是白发。八分啊！哎呦，我的那个。不过我选的不是，我真的不是选最难的老师，我选的是。就是中等难度，中等也有难度，简单也有难度超难的老师。难度超难就是他是学年的，就是你修他的，你就是一定下学期要修他的。你一学期只要报告半篇，但那一篇很长，对，然后又全英文，你要讲英文，那是我们班导的课，你要全英文报告，但是他不会针对你的英文太去那个纠结，只是。因为他是免疫病毒学那边的，就都超难。对我来说，很恐怖。我不会。我修老师是昆虫生态学那种的老师，还有点生酮。期刊上的论文篇幅都不长啊，
不知道，他不知道从哪里选中的，反正我的大概就是九页偏，就是中间。嗯，下学期就是我也要选其他老师啦。我应该会去选一个海洋生物学专业的，可是我觉得它这些藻类啊、浮游生物就是蛮可怕的，但是没关系啊，我不会看到。那老师的上课内容很有趣，但是听说就是大家都会知道每一个老师的，就是听学长姐的经验啊，就会知道他们给的论文大概什么种类啊。但是那个海洋生物的老师，他好像比较不会选这论文的难度，就是不会挑，你可能会拿到超难的那种之类的。然后有其他的一个其他老师是像我们有一个神经方面的老师，神经科学方面的老师，他论文就是他给分超松，你选他一定会过。但是神经科学这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没有兴趣，所以我在想说下学期要不要选他的，因为我真的好累啊，感觉下学期会很忙。每个学期都很忙。开幕今天宣布毕业。谁 ？BNK 的开幕。哦，真的假的？昨天猫表演开幕。都是 top。哭啊！天哪！但是准备每天一宣布一个。我在哭出来，你知道吗？但我忍住了。哭吧！每天宣布一个。我准备把我的眼泪留在了 nomination。你今天的可以放在先抢先赢，很狠欸。我们是挑老师是先抢先赢的，但是论文是随机发的，老师就在我们面前洗牌洗论文这样子，然后上面都标好编号，你就是你是第几个报告人，就是哪一篇文这样子，就是随机发，一本一本发，他是发纸本，但是还是可以上网查电子档比较好编辑。然后编辑完就是会不见的，疯了！选到难就 不就哭死？对啊，就哭啊！选到不是自己，选到自己的弱项。海洋生物跳太多，还好吧？我觉得至少不是那种很偏化学的，就还好。对啊，像我想一下还有什么老师。有一个是细胞的老师，就是讲什么细胞里面生化那种的老师，我是绝对不会去选他的课。免疫学也是，细胞膜上的那些东西一堆，什么 receptor 啊，叭叭叭 ，MHC 什么 type 1 type 2叭叭叭，不行。哎，这么多人在客厅，对吧？解封。这房间网络太差了，真的没有办法在房间。以为在抽海军陆战队，笑死！我是不会体验到这一趴，就是真的是发 paper 的时候真的是蛮可怕的。唉，再来一次 do you。要先打听一下，对啊，要打听一下，真的是要打听一下。我真的是一定都会去打听，我不会让自己走冤枉路，修了一个白修，那不是很生气吗？对啊，所以要真的是要选好，因为还要跟真的我是不会为了便宜学分便宜去啊学分好赚去学一些我绝对没有兴趣的课，我是不会这样子，我还是会挑的，我挑到不行。许阳姐的准，我可不准，切身体验。哎，不，我不会只问一个，会问很多个，综合评价。而且我们在修了，我们老师就那些，上了他们一些有时候会兼任上一些就是像什么普通生物学啊什么那些那种比较基础的课啊，大家会知道他们上课跟考试方式是怎样。读科大的人好像比较不会有论文课这种课，还是只是刚没遇过，我不知道，我也不熟悉科大会上什么课。
感觉不会吃太多吧，看是什么科吧，我不知道。中文可以自己看到，不要叫馒头。他应该都看过啦，当然是看过才可以纠正我们啊。而且我觉得很好奇，因为我一直没有去搞懂的事情，因为我大三有一个，就是必修，就是大三必修，没修过不能毕业的那种。这个课叫专题讨论，哎，专题什么什么的。然后大四有一堂课叫论文选读，我现在不是在论文选读吗？我不知道哎。论文是有差，感觉就很难修。我觉得我现在就在修论文选读啊，怎么是有差？课名不一样的。因为我之前问一下，问了就是同家族直属家族的，就是我大一，然后他大四的一个那个大四学姐，然后就问他那个什么，你说那什么 seminar 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哦，就是老师会发一篇论文给你看，然后你就上台报告这样子，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子，大家都这样讲啊，可是怎么听起来，我分不出差别。毕业后会再想往学术走吗？不想。但是我不知道我大学毕业有什么工作可以领。我希望大学生这个大学生这个职这个学历没有太廉价。还不够厚叫专题，所以厚所以会读多一点嘛，就是可能下学期就会拿到20页这样，发疯。Hello， 白菜，妇产科 ，Hello， 换名字而已，刚好听起来是这样，像换名字。大家看科系，专题课不是去找老师设计实验，不是，是报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课是课名是反的，就是我们现在才是论文选读，然后下学期才应该是专题什么？专题讨论还是专题报告？我忘记了。大三跟大四不一样。Hello 草莓酱。是必修的，专业考试是必修的，就是，忘记是必修零学分，就是你一定要修过，不然你就不能毕业那种，好像一学分吧，一学分，但是是，课表不是放在那些选修必选修那边的模组，是放在，就是核心课程这样子。核心课程没有过，每一个都要过，这样子不能有一个没过，一个没过就不能毕业。超不爽必修零学分，你那学期，像我上学期修了一堆实验，还有必修零学分的东西。我体育好像也是必修零学分，然后还有什么？两个实验还是三个实验，我忘了。然后。为什么忘记上学期有什么课啊？因为在疫情都没有什么在上课，就很多必修的学分，然后让我的学分看起来很难看，就好像没有修很多，但明明我的课表满到不行。不过也好，就是我已经修完那些，基本上除了大一英文被挡以外，其他必修零学分都已经过了，所以就看他们那边抢不到课，在那边苦恼，我就不用苦恼，我已经修过了，哈哈。毕业学分还要修些通识吗？修过什么有趣的？通识，我想想，我通识要学。这学期蛮有趣，这学期是医学类的，然后是四个老师分开上，然后我已经上完第一个老师的课，第一个老师教的是癌症相关的，就是什么变性蛋白质啊、prion 啊，什么那些是致癌，还有一些癌症为什么会生成，癌症为什么会怎样怎样的，我觉得他上的
有一点难度，就是可是我觉得很轻松，因为他帮我们复习超多普生的内容，还有一堆免疫相关、病毒相关的病毒那个免疫相关的课，我觉得对我来说蛮轻松的，但是还是要去学，他有教一些新的东西，只是我想要对一些完全是文组的那种外系的非自然类的科系的人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因为这门课叫健康与生活，可是他好像教的有点难，我觉得，就我可能考试也会错一堆那种。他很多很详细，像是什么病是什么第几条染色体，他有一些什么像基因重复复制啊，或是错位啊，或怎样怎样，他会考那些，请问这个病是发生是因为你的那个基因片段是重复了，还是错位了，还是少一节了，还是干嘛的这样子，还是多一节？还要考那个治病的原理之类的。然后下一个，还有一个后面老师有一个是教减肥的，就是肥胖、体重控制类的。然后，看评价好像不错。下学哦，明天就啊，明天要上学，好久没有上学了，好恐怖哦！那种放完暑假要上学的感觉，好不想上学、啊。看我在家上课、啊，然后明天要去上学啊，明天就会上到新的老师的课，看一下他是什么。Hello， 林哲伟。还有些什么细胞分裂周期之类的，就是很怀念，就哦天哪，还有这东西，我怎么好像之前感觉跟没上到课、没上过课一样，再复习一下那种感觉。因为我不知道一般高中的生物课有教大高三生物是要去上到哪里，因为我只有上到高二生物而已，虽然我是自然组，但是假自然组，学校的体制不一样，就是。我们好像高三生物没有上很多，我是买了那个生物讲义，就是那种考试用生物讲义，那才看到哦，天哪，怎么那么难啊！我自己读样子，才知道大三生物是什么东西，大三的自然科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说，这高中你们就学过啦，什么什么，我想说屁啦，感觉学一堆课忙要死，但学分超少，对吧？不过这东西就是会在后来的学期，就是可能大三、大四才会看到有人在痛苦哀嚎说：“天哪，我怎么那个什么课没选到，快要毕不了业这样子。”至少我如果毕不了业，那应该也不会是因为必修零学分的课没有修过，是学分不足这样。这样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惨，这人家学分都修满了，然后就是差一堂必修零学分，真的会气死。对，需要教如何增胖的老师，我需要，应该也会教啦，就是不可能体重的健康的关系肯定不只有肥胖，过瘦也是个健康问题啊。对啊，他才不能暑休，发疯。你学过最有趣的是领袖通识，会找很多产业大佬演讲。那你觉得受益良多的感觉吗？还是就是有钱人的话听听就好？我讲什么？哦，那个我的，好喝水，水好远。还有有趣的同事，哦哦哦。我上学期有学个什么领导心灵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一直以为它是身心灵方面的东西，结果它是什么领导型的那种，就是教你怎么成为一位领导，就是那课超无聊的，超屁话，看一堆看狮子王的影片，反正最费通识没有之一，就是在自己浪费时间，但是它的名字让我很吸引我。很多那时候老师还就是
问同学你为什么要来选这堂课？同学，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选这堂课？你想学到什么？我听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是说想要学到一些，就是针对这个课名来说的话，领导心灵与什么生活啊之类的，就很像你会领导你的心灵，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更会让你更了解自己的课。没有，它不是这种课，它是领导型的心灵。领导的心灵通常是什么样的心态？然后咱们自己，然后选一本书去读这样子，然后期末报告啊，中间考试好像有什么考试。对啊，很像自我成长、领导心灵与，我真的忘记后面的课名什么，反正重点是领导心灵这个字，这个词。那我们讲一些企业啊，企业的一些，就是大老板会上的课程啊，他就会分享的一些课程，跟我们分享那些企业老板会有用的课程，感觉跟你刚说那个什么企业大佬很像，但是他不是，他就是，很讽刺的事情，就是第一堂课可能有60个人在教室，然后越来越少人去，期末考，他甚至没有讲说要不要期末考。然后我们很多人都以为不用去，然后最后期末考那天只有大概不到20个人在教室，超好笑。啊，不就还好我有到，然后，我想说你这么会讲领导，就是领导就是怎样，你有一种散发一种领袖气质，然后让大家会听你讲话怎样。然后我就想说你在上这种课，然后。没有人在听你讲话，你到底有没有领导气质？你教的东西有用吗？我想说，我那第一个疑问是这样，我想说，哇，有用吗？我是觉得没有用，我自己都不想去上课。没办法让我幸福。对对，帝王学就这种感觉，就是非常像，我觉得非常像。那用很多寓言故事啊，然后。那时候疫情就是这样严格，然后他还给我不戴口罩这样子。工读生的薪水要10项全能的工作表现，然后他没有讲到这些东西，他没有讲到金钱，他要讲一些什么，他有些什么教会怎么去领导人之类的，是明明不会说每一个。教宗教主这样子都会去亲自去监督这些教会的人的心，检查他们心理，那他们就可以让他们统一去相信一个东西，统一去遵循一个东西，然后去自发的去传教，自发的去修炼之类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也忘记了，我没有在听，反正我是过了啦。对，这种课就算找蔡依林嘞。过来上也没人要听，会这我倒是会去听。演讲类型的课，其实大部分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无奈是却是常态。没有，他不是找人演讲，是他自己讲，他没有请过任何人，他也没有叫我们去听任何演讲，他就是自己讲，一直都是自己讲。然后他会上课播一些超级无聊的影片，狮子王，我已经看过了，我知道他演什么好吗？我觉得他也很，就是可能如果要分类，可能是企业管理类型的课，那类型的课。但他没有，他那个时候分类，通识分类是什么社会科学，然后是比较忘记了，但反正不是企业类型的。对啊，电影赏析是不是？那在上一堂社会通识，我修到的是一个政治家开的课。但他的立场，政治立场非常的明确，我有点不太舒服。上课就是在教你怎么玩股票，怎么样赚钱。像我以前，他说我以前就是买了一张华硕的股票，怎么样的，反正就是支持一下自己的好友，然后就殊不知现在大好，就是你要不要小看身边这些人啊？难道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然后他就说，这边有没有医学系的同学？哎，有没有护理系？有没有物理系的同学？然后就有几个同学举手啊，然后说疫苗这东西真的很重要，你要好好知道疫苗。我想说谁物理系的为什么会做疫苗 ？Hello 老师，然后
反正就是他也很爱讲物理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你们这些物理系，就是研发疫苗非常重要，你们好好去研发。然后我就笑，我笑超大声的。还好教室人很多，我真的不想被老师记住，被这种老师记住超麻烦的。就是那种上课会突然跟一个同学开始深入对话，开始分享他的人生经验，然后叫你分享一下你的人生经验那种老师，发疯啊！还有护理系跟物理系都有，我以为我听到的时候，我以为是护理系，护理系也会做疫苗，会去做疫苗啊，可能做中途跳槽可能是会吧。我就踢的头很痛。不过有一次有被老师关切到，就是我去补点名，然后老师就说：“同学你什么系的？”我说：“我是生命科学系的。”他还好没有跟我讲说是不是做葬仪，是不是殡葬业，不然我真的是直接退学。还好他没有讲这个，而是修完了。不过我这样子，我觉得比起来，我真的觉得那个政治家老师跟那个领导气质老师，我真的觉得政治家讲话比较有趣，就是至少有人会，至少愿意听他讲话。虽然说很容易让人分心，但是真的会去听他讲话。你看谁比较有领导力？我的天哪！Hello, Tuffy, 电机系做人体器官 3D 电影是这样真假的是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电机系详细在做什么。加入生科终身科科吗？就是这句话是绝对不会消失的啊。那系上老师很努力，跟系上的学姐倒是没有同辈学生们都当然会都是非常相信这句话，但老师们就会非常的否定这句话。就你们知道这些什么样的东西都是生科做出来，怎样都是生科做出来，想说不一定啊。其实化学系其实也蛮厉害，蛮猛的。爸爸上课会滑手机吗？看情况，现在比较不会了。大二滑很凶，但是我大二成绩很好，真的是我不会滑手机滑到完全没有在听老师上课啦，就是。我会知道老师什么时候在讲废话，在讲废话的时候就会滑一下，不然我真的会睡着。它是一种提神方式对我来说。但是真的是会有人上课在看剧啊，看剧然后耳机就戴好这样子，完全没有在上课，也很多这种东西非常多。但是我不至于。我大一的时候也蛮废，大一的时候会戴单边耳机上课，播一些音乐这样子。不良示范，不要学。跟电路有关都是电机系的范畴，那 3D 电影算吗？不过这关于加入生科、终身科、什么大学生科、终身科科这种，我真的是蛮反感的。就是虽然是可能是事实，但是就是。我不是什么那种考不了医学系才去读生科系那种心态，就是我把它填在我的第一志愿，那就是虽然那时候心理系第一志愿，但是我还是把它填第一志愿生科系，对。然后心理是我的心理的第一志愿是心理系，但是真的填我是填生科系，就是看着他那个简介，我觉得是就是了解生物这些是我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不喜欢被人家拿来讲说。哦，跳板系，那你是想要去哪里？要什么去读生科，不去读营养科学，这比较有用啊！我就喜欢那、啊、我就化学很淡，不喜欢化学，我喜欢生物、哦。对，所以我不喜欢被这样讲。不过如果有人要问我说，大学科科吧，大学生科、医生科科这种东西的话，我会回答说是，这科支持。我真的读了。在选志愿的时候，我想说心理系会不会比较好找工作？仔细想想，好像可能也不会。你可能要读很后来，然后你要去实习，你要干嘛？一堆阿里阿扎的东西。对。至少不要找不到工作啊！只要有一份工作，也养活自己就不错了。我真的最怕就是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大学毕业没办法进相关的产业，这种我就觉得很可怕。但是。
的确是有可能发生。如果大学没有学好的话，不能学以致用的话，也不是很理解。你的目标如果是赚钱，然后认为这个科系赚不到钱，就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努力才能去赚到钱。像是你读到很后来，然后你可以去当教授之类的，或当老师，这也是一个方法。就读一直读一直读，读到很高，的确也是个方法。只是我可能不是那种，我没有这么我喜欢钱，每个人都喜欢钱，但是我不会去读一个看起来非常能赚钱，但是我无感的系，这样我会非常痛苦。光是生科这个整个领域，我就有一些不喜欢的课，那些不喜欢的课我读下去都真的是非常痛苦，何况是整个领域都完全无感的课，那我真的是会直接辍学哦。科系毕业后出路多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很难讲哎、欸。如果你要做很典型的生科相关的，你要做的可能就是，你想什么？去研究啊，去干嘛的这种，去研发什么？去药厂啊，去干嘛？去哪里工作？这种，可能比较缩限一点。但是如果是那种生科加什么，生科加什么，可能去再去考读个什么化学系研究所，就会这样子嘛，就是去考一个比较生科，然后化学研究所、化工研究所、化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研究所，你可能就有其他旁边的出路之类的。知道大学要读什么，你很厉害。一般人不知道干嘛，我说真假，我真觉得他们都知道他们干嘛，我才觉得我不知道干嘛哎、欸。我知道，我只知道大学要读什么，我确定了，我不会去读其他系。但是像是比如工位，我也很有趣，我真的很有兴趣。工位、公共卫生这种的，就是或是什么营养科学、生命科学这种东西，就是营养科学，你可能就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可能去考个营养师执照之类的，或是营养相关执照，考执照类型的系，这种就比较简单一点。如果你刚好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你要去，但我不是，我的兴趣就是很模糊嘛，没有个什么生科执照之类的，这比较少，没有这种类型。那他们都分蛮细，是什么什么的执照。或者你要去当什么医检师，你活用一下你上课所学，你实验操作、细胞实验啊什么的，巴拉去做去考医检师，就是可能要还要修很多课，学士后医之类的。目前最大的梦想就不是梦想，就是如果说读生科能赚最多钱，就是你去考学士后医，考学士后医学，就是你出来之后还是可以去当医生这样子。生物系。转医学系的这种的确是蛮，就是大家都蛮想要去这样做的啦，怎么可能没有那么聪明？有啊，一定有这种化学技术师相关的执照，有，就是比较分的比较细，不会像是那种营养师，就是一个很就看到科系名就可以直接想到的东西。很多时候到了社会才发现，学的跟做的不一定一样，公司利益为主是啊。常听到这句话，如果现在还没有，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到，还没有。我有这份工作，但是这份工作跟我什么所学无关。对啊，什么都想要碰一下。以时薪来说，教授超不赚钱。差不赚钱是没错啦，但至少是份工作，可能是为了学校研究资金吧，不然就是他们是也算是研究型的，就是你可以拿钱啊，一边教书一边研究。
可以赚取研究资金的方法。我还想说，能不能就是因为我喜欢做，我喜欢吃体啊，我喜欢接触生动物，可是我又没有想要当兽医。然后我可以去做宠物的标本，有人宠物死掉之后可以做标本，然后我就可以以这个技术去赚钱。但不是学，是不学无术才遇到，不学无术才遇到什么？不学无术才遇到什么？还有一个职场，还有一个让人不爽的问题，到底道理吗？大家都会讲，但是大家都有，都会用以前都就都这样做来搪塞，像是什么？我举例，有点一时想不到。导致问题在那里很久，解决办法大家都知道，然后集体摆烂，感觉就是常见的啊。感觉已经有，感觉我有遇到过，但是我想不起来在哪里遇到过。可能不是职场，可能是其他什么，也可能是职场，我不知道，就是不能改变吗？就大家都知道，你可能都知道解决方法是什么了，但是说我以前没有这样做过，不知道不可以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做啊，就吃看看哦，啊，不然能怎么进步之类的，好像其实，绝对是有可能的。明天要上学了，好恐，好紧张啊！比方说，你们现在很深刻感受到公司上层推出来一个方案，客户不一定喜欢，然后那你会讲啊？那客户一定不喜欢，然后。但老板下指示只好硬着哦哦，革命啊，革命起来啊！最喜欢革命了吧？我最喜欢革命了。好可爱哦！对，我的学分呢，是为了学，现在就是要为了学分去打拼。十月底要期末期中考了，超快的。十月底要期中考，十月底，哎，没有哦，十一月初，那十月底跟十一月初那个两个礼拜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考试这样子。然后大会报告我生日那天也要，其实是期中考周。考完直接去跨年，真嗨！然后张爸爸的生日呢？我寝室里还有一个，应该是我妈妈设的，她设一个张爸爸的生日，然后那天就直接被一个学期考试哇直接盖过去，哭吧！然后对啊，圣诞节也是在准备期末，在报告啊，嗯，一切为了学分办早就啊，对啊。大学已经过一半了，希望不要念到大五。现在还是个可爱的大三生，还没有大四。因为我还没有见过学弟妹，就是那个现在一年级的学弟妹，真的是很神奇耶。就是大一跟大二熟，大二跟大三熟，然后大四以后就不见了。大四然后集体消失，是怎样的？就我们大一的时候跟大二很熟，然后我们升上去之后还是跟大三蛮熟的，大二的时候跟大那些学姐也蛮熟，但是我们现在大三的大四的学姐就会不见，一起不见，
教室也不会冲突到，反正就是一起不见。有时候还会在走廊上遇到，他们大三刚下课，没有，现在大四就全部不见。有学校大四不会出现在学校，怎么了？怎么了？寝室里共用吗？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有一个是家人共享的那个标签，其他大部分不是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是共用的，只有双方法的生日而已。还有，朋友的忌日之类的。那其实也不太需要去记啊，因为我不知道我妈会忘记我生日吗？不会啊，她为什么？那为什么她要记我？她也没有记她自己。大四只修了九学分，一不小心就二一，真的不可以修这么少会出大事。我大一上只修了13学分，我不知道在干嘛。其实我也没有去退选课，我就是带入的课程就很少，那我通识又都没选到，所以就一些必修的0学分，所以就只有13学分。我这被当几科我就要被二一，被当2科我就二一，这第16啊，16学分，18啊。再来说是16，然后你对8学分就没了，一学期5万多学费还这样，对啊，哭啊，还是要照缴，真是很哭，不要让自己被挡，浪费钱是最严重的事情。如果真的要延毕，我绝对会自己去算学费。二一我就可以有很多时间去，我一定不会差太多，一定是一些小课。如果啦，不是二一延毕，我一定会去自己赚钱去缴学费。现在没有二一，对啊，现在非二一啊，不是，那时候大一的时候还没啊，大一的时候还在讨论。这老师就可以狂荡人，那至少不吃亏，大四才是修好课嘛，一定要的啊。其实我也很想要延毕，然后再多学一点课，多选一点课，但真的很贵，不可能延毕，太贵了。我在干嘛？我学费为什么这么贵？我的学费没有变成我想要的样子。那疫情一堆什么实验课没修到，就重要的实验，生化有一半的实验没有修做到。然后我们学校最多的实验是老鼠，就是实验动物最多的是老鼠。然后我们没有解剖过老鼠，我们这一届全部都没有解剖到。不能只要学分费。那时候跟同学讨论的，他问姓名还是干嘛，就说还是看课，看是被当什么。如果只有学分费的话，那我可以啊，那我还是会自己赚。哇，念吧。第五名是玉珍，第四名是 Pat， 第三名是刘建谷，第二名是 CQMK， 第一名是庆，谢谢大家。夜班真的凑很辛苦，加油！现在几学分可以？73吗？现在73，这样是蛮可以的。怎么改版？哦，不是，我点错了。偏笨，我看一下。我有改版，就是我点错网站。我现在修了73学分，对，73。
第一学期13，第二学期20，第三学期24，第四学期18。对啊，这第十八这个我就想说是怎样，怎么那么少，那种修有课满到不行，比大二上还满。有脚步声是谁在走来走去？就是刘小晴，他在日常忙碌。这学期有几学分啊？4、7、9、11、13。零学分，13、14、15、16、17、18、19、20、21学分，还行。有一堂课被挡了吗？有一堂课是我超修，那个全模组超修，多修多赚，但是不修也不会太亏。嗯哼，对，小金刚化妆了，对，化妆让她心情变美丽。你在学校要被当也要一定的实力，连拿一个盒子挖一个肺的形状都可以过了。作品里面提醒大家不要抽烟，然后那组同学全部抽抽打，笑死。不可能自己都没有实践吧？就是这种励志理念是不是都很容易过啊？我不知道，我乱讲的。那个教育类型理念的是不是比较容易过？你既然你同学延了两年只上必修，硬是把学籍留着，为什么？他想要多上课，我觉得这很棒啊，只差学费不要这么贵就好，就完美了。所以这假设啦，我真的是很臭美的假设，我这学期全部都修过了，21再加上去，我就有94学分耶、欸，三个学期要修128.94，128.94，啊，30几，那我一学期只要修10几就可以了，34除以3，会没事然后化妆吗？当然不化，我连直播都不一定化妆了，我今天只化眉毛跟口红，1分钟内化完。他有化全妆，他连那个紫色叫什么打底的哦，那什么忘了，哇，我可以做偶像，我不知道他唱的他的什么。欸，你大学嘉奖有用吗？我有2只嘉奖，班级干部没有屁用，我有2只嘉奖，可以干嘛？完全没有用，好哦，这真是写好看的，谢喽，真是谢喽。我有化妆品吗？有啊，但我没有那个紫色的，我没有那个什么修容，不是，那什么遮瑕哦，不是，也不是。你大学一堆大工是怎样？大工也太酷了吧！那我前几天看了奖，就是在查奖学金，就是想说可不可以赚点钱之类的，好想赚钱啊！那赚点小钱，但发现全部不适用，全部是怎样？还是我刚好没有查到，因为太多了，可能略过了几个，因为。他是都要开给，除非成绩爆好，好到爆，就是像前三名那种书卷奖以外，就是什么，都是跟家境清寒或是家庭成员少了谁这种有关的，这种我都不能领啊。我是个幸福美满的孩子。发明展，我是要领什么？发明展，去泰国毕业了，然后完全没有做到什么事。你会那？然后我骂，酷哦，那真的是会大功哎！天哪，
天哪，那你很厉害哦，默默的领了一堆，参加一堆比赛，默默的领奖，太狠了。对啊，明天要去上学，好紧张哦。哎，明天上学第一件事情不是上课，是先去配药。值日组，我是这是这礼拜的值日组，久久没上课就要经历这种刺激，真是太狠了。实验的值日组，还是没有等到半个评审，就可以等其他主任说完才做预习。天哪！评审不能再多带一下吗？英文很破啊，用英文哦。对，就是国外，中文也是蛮比例蛮少的。好紧张，明天要上学了，我好像国中生哦，就是小学毕业要上国中那种紧张感。明明只是确诊了一个礼拜。但泰文你也不会啊，你有没有顺便去看 BNK 的表演？你们那时候可能你应该不认识，笑死！好啦，那拜拜，我要下播了，我要去找我的晚餐了。我觉得可能刘小晴可能没有要跟了，他因为他喝他的饮料就饱了，不行，我一定要吃点东西。我不能只喝饮料，我不有这种能力。对啊，那时候对啊，可惜哦。我上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还不认识 AKB， 真是哭啊！唉，拜拜，大家晚安，下礼拜见。下礼拜什么时候直播啊？忘了。我手机没电，手机剩几趴，多位数趴。礼拜二，下礼拜二直播啊！后天啊，对，拜拜。